法庭将成为我郭文贵要展示我个人的一个最佳的舞台。考验一个人的心理素质，在美国就看你在庭上的表现。考验一个人的道德能力，就是在庭上的表现。你们要想了解郭文贵，好好的看文贵在庭上的表现。这次判决，第一项判决有罪，第二项判决有罪，第三项判决有罪，第四项有罪，第六项无罪，第七项有罪，第八项有罪。原来那是一副那个流氓黑社会的一种邪教的一个服装，根本没有人性，毫无人性可言。我马拿回我的钱，就是要把他们绳之以法，然后报仇，以及他们对我的那些侮辱、造谣、抹黑，我都要让他们绳之以法。七哥，七嫂，嘟嘟嘟嘟飞。七哥，我唱那个七哥的歌不行，跑调也好听啊。七哥唱的跑调都好听，他是把那个气势唱出来了。那个谁的那个一只手的水能抢到多少？这么早都到了。过程就是乐观，因为在每一天参加庭审，大家都知道我们已经证明了新中国联邦。我应该说是不管出任何结果，我们都应该乐观。为什么？我想说我们的目的是什么？灭共。它是我们成长，我们历练，我们蜕变，我们告诉这个世界上，告诉法律界，告诉这个美国这么好的这个律师，中国人是什么样子，中国人有没有勇气，中国人诚不诚实，敢不敢说真话，敢会不会在高压的时候低头。我今天一个很大的感受，其实我对美国，我原来我一直很向往，大家都知道，但我今天我跟青藤讲，我说美国真的没救了，如果这样下去真没救了。我一个很强烈的感受，我不怕啊，我代表个人观点，不代表任何其他人，就是站在台上律师撒谎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你知道吗？都没有任何证据拿出来，就在那儿使劲给陪审团灌输他的概念啊，最后被我们 C 的疯狂打脸啊。我觉得真的很可怕。我觉得我原来真的很向往美国，但是我后来他讲，如果美国都，青藤跟我讲，如果美国都不行了那怎么办？我说我们有新中国联邦。他比较懂。黑，那黑在哪里？你可以说一下。哪里？来，拿我，快点拍下来！别碰瓷儿啊！他把我嘴上血都打出来！哎，走远点啊！哥们，你们知道吗？什么叫正义？我就被打，哥们，咱们就出了所长，我给你报警，谁打你了？方天成进打我！好的，报警。妈的！打电话，你自己打电话。Go, tell the policeman. 第一项有罪，知道吗？第一项有罪，什么罪？怎么想讲？你是新中国联邦的副总统啊！副总统，我告诉你，副总统第一项是有罪，被打人看见了没有？那个谁打的？什么让他出的？不是你呀，打人报公安局。你呀，他妈打人！不要吃，上面给我不要吃。你打人，你指我，指我干什么？指我干什么？好好几家。指我干什么？你指我干什么？哎呀，好好几家，妈是耍大牌。我跟你讲，白说，诈骗，他应该知道这个是诈骗，他应该知道。那怎么耍大牌呢？我本来就是大牌，没必要。我还用耍吗？你诈骗匪徒，我跟你讲。我告诉你啊，你记住了，
你丫的讲的每一句话，你都要负责任啊！你说我匪徒，新中国匪帮，你新中国联邦，新中国联邦就是匪徒啊！你新中国联邦法院定了，就是匪徒。你说我好多匪徒，你就等着吧。哎，我就坐，哎，我就在这儿呢。我不是 Rico， 你哎，这个哎，你坐 okay, 这个地方谁谁 ？OK， 你看我来了，这个是 Rico 啊。对啊，今天晚上小心啊。对的，所以啊，我等着你啊。不用我等，你不是刚才说 NYPD，NYPD，、啊、NYPD, 你不是好几多匪徒吗？我等着你。好海东，哎，对，我等着，听见了吧？听见了吧？听见了吗、嗯？我操，你还给我封的？你给我钱啊？念稿的是你吗？我操，我念稿，念稿的是你吗？哎，你还念稿多了，念稿你还就是念稿是不是？你还念稿都多了，你还是不懂吗？什么流氓腔？我跟你说，傻逼！你他妈你说什么？我说你还傻逼，你他妈傻逼！哎，你这骂几天？大白骂人！你爸对啊，你以为呢？我还揍你呢！哎，坐到我试试来，坐一下试试。来来来，试一个，没有床，没有意义，没有意义，没有床。看看，我都坐特斯拉，你连饭都吃不上。陪审团也一样，他们就是普通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对那么多的迷惑性极强的证人和证据，在这么短的评议时间内，几两天能做出的判决，就像你身边的同学把你踢出群的那个，把你拉黑的那个一样，没有人能接受得了，理解不了。2024年7月16日星期二，庭审结束了，庭审直播结束了。当有大情大义的新中国联邦人擦干眼泪甩甩头要离开新中国联邦总部的时候，出现了这一幕。天空出现了一朵乌云，阳光照射进这朵乌云，战友们纷纷拿起手机拍下这神奇的镜头。我们也看到了美国国旗和新中国联邦的旗帜，相信神的战友们开怀大笑。看看，没想到彩虹持续了这么长时间，是神在告诉我们不要着急，我有我的时间，继续 fight fight fight。 再会。